均价60的裙子真的能穿吗？Hello， 宝宝们大家好，要不是你们提醒我出裙子，我甚至真的忘了自己还有一个连衣裙厂家。这一次呢也是在30多条新款里面给你们挑出15条质量不错评价又好看的给大家分享一下，那其中优缺点都会讲，想买小裙子或者想了解裙子穿搭的都可以关注一下这期，大家喜欢的我帮你们上架，不喜欢的我们一起淘汰。那可以在弹幕区打要和不要，老规矩三连抽送免单，评论弹幕抽送同款衣服，有点多记得点赞收藏。第一款法式娃娃领中长小黑裙，哇靠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对不起大家，真的是好看到忍不住骂脏话。面料很丝滑轻薄，有质感且垂感极强，绝对不起球也不易皱的那种，做工超棒，几乎看不到线头。娃娃领口呢也是双层网纱刺绣，特别精致，版型是完全不挑人的那种，不管各种大中小个子，胖子还是瘦子你就来吧，绝对不会失望而归。微抛袖型遮肉，显瘦又自然，腰线刚好在肚子上面，显高遮肚子，拉长比例，裙长刚好到小腿最纤细的部位，贼拉。显瘦，后背有带子可调节松紧，黑色万能又百搭，通勤不挑人，无论什么场合几乎都可以驾驭。第二件网纱仙女裙，哇，这个穿上简直就像是森林里迷路的一枚小仙女，那也太有氛围感了吧！面料是很轻薄那种网纱，有内衬不会透，垂感不错，会随着身体摆动飘起来，超美，真的是激起了我这个少女心呢。小缺点呢就是拿到的时候会有点皱，建议熨一下，肯定是没有原版那么有质感。但是这个价格而言，我觉得已经 OK 了，它其实并不廉价。吊带裙外面是一个小网纱外罩，完美的遮住了。粗胳膊和白肉，大方领露锁骨很显瘦，腰线高显腿长，搭配个小包包凉鞋都美绝。第三件方领格子裙，哇，这件我愿称之为性价比之王，我真的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穿上的这么好看。棕黑格子配色，可爱复古又减龄，棉麻面料自带褶皱肌理，很有质感，做工走线都很工整，版型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。复古法式小方领露一点锁骨，简约显瘦又高级。第四件是一个碎花V领中长裙，这个也太有气质了吧，很适合那种年龄大一点的宝妈或者上班族，风情万种，凹凸有致，面料呢很轻薄，沙沙的质感，不起球不易皱，交叉V领凸显颈部曲线，低头也不会露点，袖子呢做的是中长款微抛，最大程度下遮肉显瘦，镂空蕾丝性感高级有气质，给人一种胸一下全是腿的错觉，裙长蛮长，比较适合高个子，不过矮个子呢穿高跟鞋也 OK。 藏青黑搭配小玫瑰花，浪漫有情调，有一种熟龄女独有的韵味优雅和气质。第五件是一个明星同款碎花裙，哇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件我求之不得的平价版，我们的厂家竟然有，而且只要89块钱。面料是软软的，很轻薄，有内衬不会透，脚花是印的啊，不是刺绣。除此之外呢，走线做工都很 OK， 版型是更加适合小个子的，娃娃脸很减龄，搭配小花蛮浪漫，有莫奈花园的味儿。喜欢法式气质感的应该会很爱。某种意义上呢，它还蛮显头小的，藏青黑色很低调百搭，又很可爱。这件也太清新浪漫了吧，超级适合各种大中小个子，面料很轻薄透气，夏天也不会闷，薄西装的感觉，不起球不易皱，好打理，也比较有质感。中长款的裙型一长一百，一点也不压身高，小个子能轻松驾驭，泡泡袖遮肉不夸张，搭配娃娃领可爱清新又减龄，学院感满满， A 字裙摆超级遮小肚子，淡天空蓝格子配色，法式浪漫气质爆棚。第七件是一个黑色中长款连衣裙，哇，这件真的好有气质，超级百搭显瘦，就胖宝宝微胖啥你就选它，温婉文静，穿上它感觉再淘的妹子都能瞬间秀气起来，大侠闺秀，即视感。面料呢超级轻薄丝滑，质感绝绝子，就垂感贼强，不起球也不易皱。领子的面料是双层的，做工走线都很 nice， 版型是一个中长款，小个子也 OK， 袖子呢往外做一点点 A 字的感觉，超遮肉显瘦也不壮，双层娃娃脸可爱温柔显脸小，腰后面呢有一根绑带可以随意调节，长度是只露出最细的小腿肚，小个子也很 OK， 整体超级适合微胖大中小个子。黑色就很百搭通勤，有气质又显瘦，那奶油黄色呢就是很显白优雅纯净，也特别的不挑人，但是它有一点点膨胀，所以会有一点点小肚子，如果肚子特别大的我建议大家选黑色。第九件方领水钻连衣裙，哇，超级复古赫本风，特别适合微胖宝宝不挑身材的一件，面料很轻薄，凉凉滑滑的，垂感爆炸，而且不一起皱的那种，质感很高级，水钻的做工呢也很精致细腻，中长款108的衣长，适合各种大中小个子，微抛袖很法式有气质，而且超级遮白白肉蝴蝶臂，方领能够露锁骨，很显瘦骨感，领型设计的高，低头也不怕露点，腰线呢在胸下小肚子上面，超级拉长，身高比例显腿长，后面带子呢可根据身材去调节， A 字大裙摆，气质优雅又高级，黑色呢也是很显瘦百搭，那绿色呢就有点芥末绿的感觉，嫩中带媚，不矫情，蛮有一种成熟小女人的优雅感，皮肤白的姐妹穿这个简直就是冰肌玉骨，太美了。第十件学院风泡泡袖富家女连衣裙，哇，超级适合小个子学生党的一件，面料很轻薄透气，上面
呢是褶皱肌理纹的，泡泡糯糯的，很有质感。下面是西装面料，光滑不易皱，也不易起球，质感垂感都很棒，版型超好看，特别适合小个子。带松紧带的泡泡袖，就洋气遮肉又不夸张，小立领保守秀气又有富家千金的感觉。自然修身的腰线呢，突出曲线 ，A 字摆褶下摆，遮肉显瘦，有 JK 制服那味儿啊。搭配长筒袜呀、小皮鞋呀，清纯小学妹出街即视感又A又纯。第七件红色娃娃领连衣裙，哇，这件简直小个子粗胳膊微胖的小伙伴儿。面料呢偏软轻薄无皱，夏天也不会闷。上面呢是华夫格的，质感很棒，扣子精致，太适合小个子了。就膝盖上一点的裙长刚好遮住大腿肉，腰线高也很显腿长，并没有设计的特别修身，有一定的宽松度，所以对小肚子大的特别友好。娃娃脸很可爱，小眼缝满满，袖子微抛一点都不夸张，却恰好遮住粗胳膊了。颜色很有质感又显白，真的强烈推荐。第十二件牛仔连衣裙，这件是比较适合小个子和粗胳膊的。面料呢是一个牛仔布，有点硬偏厚啊，牛仔气味稍微有点浓，比较显瘦，适合小个子。但是啊，它这个胳膊袖子太宽了，个人觉得有一些显肩宽，比较显壮，微胖宝宝一定要避雷，不是很推荐。第十四件是一个粉色中长款格子裙，哇，这件太法式气质了，一长108，小个子也 OK， 面料笔挺有质感，稍微有点褶皱啊，但是它不起球，很轻薄那种雪纺西装面料，扣子也蛮精致的，比较有气质。穿上它我就感觉我是法国电影里的某某夫人，就坐在小花园里喝喝下午茶，惬意又自在。第十五款是一个兰花连衣裙，这款看起来很学生气，但质量一般啊，面料些许的廉价，虽然有内衬，但是还要注意不能穿深色内裤，味道呢有点刺鼻，版型是比较适合瘦的小个子啊。胖妹妹你就别寻思了，袖子虽然是泡泡袖，但松紧带特别勒，整体穿上很不舒服，腰那个部分特别不好穿脱，不是很推荐。